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教大家如何扦插无花果，百分百成功。无花果呢，就是写那个枝条呢，就是一年以上的，就是成了这个树干的那一个，你看，就是切成15厘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叶杆。这边下一包，这边下一包，那这个我已经装好那个营养桶，这个杯呢，是不是就是这个矿泉水瓶？为什么用这个呢？这个就比较方便，因为它长根的时候这边很容易看得见，然后下面我钻了孔。它可以排水，但是最关键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插进去，它的按紧，这个也是这样。你看，我这个泡这个呢，是自己做的生根水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1:10，就是这个白糖，这里面其实是那个白糖，兑水浸泡30分钟，看看浸泡30分钟，它是一个天然的那个生根水，百分百那个生根。如果没白糖，也可以用蜂蜜代替，或是家里面的那个香醋也可以。再不行的话，也可以用蜂蜜啊，还有那个萝卜也可以。然后浇水，一定要浇透，必须要浇透。一
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，那才有生根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步骤，用这个小盖子。关键是怎么样一个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，不能放在一个有阳光直晒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样，就是一定它在那个生根之前不能够去挪动它或踢到它，这样子呢就会影响它生根，影响它发芽，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就这样子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有什么问题在我的评论留言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